谢亲爱爱乐弦乐团，来自南投仁爱乡亲爱村的你们，谢谢你们特别来到这里。为什么今天邀请他们来？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演出，第二次看到他们演出，每一次看他们演出，我都一直落泪，一直落泪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感动。我想存在本身就是力量，谢谢你们的存在，谢谢你们今天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开始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和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和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2000年，宝奈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《泥娃娃》。有一天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又是听着宝奈的歌。那天我终于扛不住了，我终于扛不住自己所有的恐惧、不安、脆弱。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在方向盘上大哭了起来，我倒在方向盘上。今天，我也想要将曾经带给我力量的歌曲带给现场的你们。我不要不要不要变得那么俗气，我不要不要不要按照别人说的规矩，我不要不要不要变成赚钱花钱的机器，我不要不要不要变得没有爱的能力，有没有爱的能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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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爱的能力。有没有爱的能力？我没有爱的能力。